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简史奇观。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而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国家大力扶持相关领域发展，这其中就有考古事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考古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员纷纷加入到考古的浪潮中。但是许多珍贵文物的出土却不是考古专家的功劳，而是村民在耕地取土或城市基建时被发现，而许多谜团就是在这些古墓中被揭开。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件事就是发生在北京，而这座墓中出土的一件文物却引发轰动，破解了上千年的历史悬案。事情回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北京中台花乡宝台村计划修建化工厂埋藏油罐，所以需要相关人员进行地质勘探，也就是在勘探的过程中发现了众多的木炭、白膏泥，而专家们意识到这些东西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地下极有可能埋藏有古墓。很快这件事惊动了北京市文物部门，很快工作人员就紧急封锁了施工现场，并派出考古专家赶往勘测。经过考古专家认真分析与研究后，初步判断这是一座西汉时期的大型墓葬，命名为大宝台西汉墓。然而专家们在勘测时发现了好几处盗洞，为了让古墓不被破坏，考古专家上报了国家文物局，在得到批准后立即对古墓展开了抢救性的发掘。据专家考证，北京丰台大宝台汉墓的墓主人是第一代广阳王，他的爷爷是汉武帝刘彻，父亲是燕赐王刘旦。公元前73年到前44年，在位29年，死后谥号为寝，故史称广阳寝王。当专家们进入到一号墓中后，眼前的景象让专家们十分惊讶。地宫规模宏大，结构特殊，使用的是汉天子之制及西汉皇帝御用的最高等级墓葬，史称子宫殿房，皇长题凑。整个地宫是由几百立方米的柏木、楠木等珍贵木材构筑而成，南北长23.2米，东西宽18米，距地表4.7米。墓道内随葬有3辆车、11匹马，都是用的真车马。史料记载，这是诸侯王级别的待遇啊。虽然大墓早年被盗，但是墓中还是出土上千件珍贵文物，有铜器、铁器、玉器、漆器、玛瑙器、金箔、陶器及丝织品等。其中墓中出土的一把铁斧让在场的专家们兴奋起来。经过专家们的研究，这把铁斧的材质竟然不是铁，而是钢制的。而这一惊人的发现立即轰动了整个考古界和史学界，而这把钢制斧头的发现也破解了一道历史悬案。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了钢，而这座西汉大墓出土的钢制斧头足足提前了400-500年。地宫遗址及车马遗迹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原址上保存最完好的大型汉墓遗址，是研究中华汉文化及北京历史的珍贵实物资料。本期的简史奇观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评论、转发、点赞。